这是我第一次出海。云顶雪山在海的尽头，药和食物我都已备好。过了海，也许青衣楼就不会再追来了。我总觉得事情不会太简单，但你不必太担心，我会守在你身边。看来可以用这个送你们上船。这木杆也可以助我一臂之力。你怎么上船呢？刚才看到的木杆或许有用。我去棚内开船。终于来了。背叛的后果你很清楚，你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，何况他的。江湖只知道青衣楼的刺客令人闻风丧胆，却不知道青衣楼的幕后还有执幕官。人人都说青衣楼刺客从无实物，但我知道
青衣楼刺客曾屡屡失手，甚至命丧当场。为他们善后的是直木关无命。你也应该知道，直木关不但为青衣楼善后，也为青衣楼扫除叛逆。我知道，从我离开青衣楼的那刻开始，我就成了你的目标。那你为何还要背叛青衣楼？也许我想争取一个不一样的结局，也许我觉得世上有东西值得我不惜一切也要去守护。你有想守护的东西，但要记住，你要活着才守不住。但你活不下去，因为我想要你的命。被闪躲时，继续强攻将触发敌方必杀。此时不若暂缓攻势，先闪避敌人的反攻。最强的人？不，青衣是青衣楼最强的刺客，但现在的他赢不过我。拥有牵绊的青衣只是凡人，把这姑娘绑上。至于青衣，我会亲手处理他。莫林，我必须找到他。我的剑是否在这些木柜中？为什么？为什么青衣没死？
前面的房间锁住了，莫离会在里面吗？他没骗我，无名说你会来救我出去。无名对你说了什么？他说他希望青衣活着，没有青衣的天下会很无趣。这像无名说的话。无名还说，青衣你逃不出宿命，总有一天你会变成原本的你，他期待你恢复本性的样子。无名，虽然无名放了我们，但我还是不喜欢他。他谈到你的时候，眼神中充满了压抑的狂热，我觉得他很危险。我们尽量避开无名，我不想再见到他。走，我们出去。直木关来，我能问问你和无命纠葛很深吗？何出此言？我忘不了他谈到你的眼神，就像这夜色拢到人头上，仿佛要把人捏碎。那你觉得无命和我是什么关系？我说不清，但我觉得他对你有执念。我不是逼迫你，我只是真的很害怕他。我也怕，我看不透无面。但首先我要送你去云顶雪山，无论前方有什么障碍都不能阻止我。